你不知道说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对，我怕我说多了然后又错，最主要是我怕突然就是一瞬间的那种操作的话，就是把自己就是不是就是那种一瞬间，就是如果说就是一下激动了，我怕我爆粗口。陈思彤问完以后，我在这边听到我脸爆炸红，整个脑壳出汗了。哦，你们也说你们就是问你这个问你，那陈思彤为什么你会就直接就这样问出来的呢？问啥？哎，陈思彤对老毕的信任，他以为他认识老毕。就我和哥就打过一次游戏，而且我也是不敢说话。哎，你还打过游戏啊？对，你前几天可不是这样说的，你前几天说他一定认识你。我啥时候说过这种话？那我告诉你，如果说一个正常人说，我说这样去问的话，会不会就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自信的话，你就说你就别去问，但是你没说，就觉得就别人就一定认识你。兄弟们，右边二维码可以扫一下哟。现在发送弹幕还有机会中奖哦，千万别错过，兄弟们。我们第二把给你们当演员去。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款游戏哦。我没有吧。然后老毕跟托尼是一个倒数100，一个倒数99。我觉得我们家的水友应该前期进去了很多，估计前面送人头都是他们送的，因为我看到好多人锤我。哎，阿川上了吗？上了。你发给我吧，我自己进，我只能上我的小号了，毕竟我的大号被检测了。你小号叫啥？我拉你。拉拉费，哦，等一下，我给你发啊。哦，拉拉范，拉拉范，我知道。就你之前应该知道的，我上线，我先上个线哈。哦，我看到你了。这个号好友。有好友。嗯，我要拉你了。哎呀，天哪！你无法接受这里。一杯奶茶。全部接受。那种就是听到你跟他们聊天这么对答如流，我觉得确实，我觉得你好有勇气，就跟我不一样。我觉得我就像个就是每次到正观众场，就是那种关键场合的时候。你也是个窝里横的类型。是的，是的，是的。只是在窝里横，我跟你说，出去就不行了。不是，我拉了。胆子大，还是要胆子大一点。是啥呀？我拉陈思高进来了。我们先打把水友赛。他不知道干啥去了。好的，小仙儿。先生上来，一上来就先叫一波姐姐。你叫我小仙儿，把关系搞好。这个叫的，你也能叫？换回来。以后你都可以吹牛了，说乘客叫过你小仙仙。哎嘿嘿，他叫我小仙儿，他是叫的小仙仙。他叫的小仙儿。他真叫的小仙仙，他很小的声叫的。他叫的小仙儿，他有儿化音，他叫的小仙儿，绝对是小仙儿。哦，好吧。然后那个时候陈思狗还有谁补了一句小仙儿，当时那一瞬间其实很不舒服的，我想骂你，但是我忍住了。对嘛，陈思叫仙儿叫小仙儿，你就问他认不认识老毕，你现在啊，我当时那一瞬间差点，你自己不是在叫问吧，老毕认不认识，你自己说的。我当时那一瞬间差点骂人，还好我忍住了。其实如果说给就是那种就是跟他们就是玩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心一直在蹦蹦乱跳，就特别是 Q 到我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说话了。我让你唱歌的时候你是不是慌了？对，我慌啊、哦、我当时我那一瞬间我不像你啊哥，你哪能啊，你紧张？我不紧张啊，谁告诉你我紧张啊？他以前跟对，一开始都是的，他开头都是会很紧张，然后玩到才会好一点。是的，但今天就是毕竟人那么多，其实很正常，其实紧张也是很正常。比如说阿托，我跟你第一次玩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很紧张？没有吧？你第一次还渣男音了呢？那时候好像还真没有。嗯，你还搁他面前演戏了？对。是吗？嗯。你想伪装一个男神形象的，当时那陈思哥，我跟你第一次玩游戏，我是不是有点紧张？没有，没有啊，都没有啊，就很官方。叫小陈，
叫的可正经了。不是，他叫的你是叫的陈先生，好像是。这陈先生。哎，对，好像开头是喊的陈先生，对，开头的时候哇，现在在回想开头这两个人还搁着陈先生，难以想象。然后这边还叫他仙哥，仙哥。我第一次和仙魔人玩，仙魔人是炸了分，是分了的，他是喝醉了的，喝醉酒的。不是，总归有那种第一次玩紧张的那种吧。会的，会的。我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就是贾玲儿，你知道吧？而且别人还、啊、老子还别人还就之前那些人说我是电竞贾玲儿。你知道吧，但是我不敢说，我就不敢说，我觉得这样可能有点冒犯，我就没有说，今天没有说。我还以为你会说。我不敢说。我看着你我看着你就是那种放得好好开，就是那种就是我也想放开一点，但是就是不敢。放不开。你万一到时候直接一不小心说一句你妈阿伯阿姨。那怎么办呢？这不就很尴尬。我就怕我一开始我去你一开妈家里我一开始我就怕我一开始我就怕我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一下子就是说出去了，我觉得我还在提醒我自己，就开始排的时候我就说今天一定要就是那种冷静淡定一点，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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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所以说今天话比较少，但在这里不一样了。好吗？啊，我现在空调有点热，我把空调开开小一点，我热。直接开直播开始到刚才结束，全程就没有不紧张过，好吗？你吗？你呀、啊，我都比你好一点，好吧？我还好。辣子，你紧张了吗？辣子啊？我紧张了，但是我肯定比先生。你知道吗？当时那一瞬间，我真的，如果说是我正常的话，就是当时就是。第一把我跟贺哥一对，然后我去给他送了背镜，然后他好像就是很冷漠，然后第二把他跟辣子在一对的时候，他居然要问辣子有没有快阔，我当时那一瞬间我好想好难受是吧。啊，这么细的话你好敏感、啊、就是这么细好敏感啊，我都没有感觉的这东西。我跟你们说，然后最后一集我不是在看贺哥视角吗？仙魔人倒地以后，贺哥补了仙魔人一枪。贺哥，然后仙魔人不说话，不敢说话。仙魔人，如果是平时的话，那可能就应该已经开始。你妈，我去你妈吃，我去你妈家吃饺子。哎，我是不是换皮肤了？你花太多了，等一下别人来捡我们的破烂怎么办？没事，等我刷个空投车，直接炸了。哎，我全程都很想笑嘻嘻的，哈哈大笑，但是憋笑，你知道觉得笑得很猥琐。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有被陈赫哥的格给惊到，真的。我也是，我以为是大象在叫。是他那个格真的就是真的，我以为大象来了，真的我鹅屎都在动，你知道吗？哎呀，刷错东西了，太正了，没在现场真的是体会不到那种感觉。嗯，太多了吧？电影票已经预售都买过了，我刚刚。你已经买了？你买的哪天的呀，大娘？我就买春节头两天那边。完了，那我还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在那边能不能看。现在好多人都买了，已经好多都满场了，好多都满场了，估计订不了了。